My girl. Where's your hand, boss? Sava，怎么样？没事吧？哥。六角铃铛的粉末刚才我看到冰窟底下埋着装有六角铃铛粉末的坛子，坛子是裂开的，你们走过的时候产生了震动。海星，你怎么了？六角铃铛的粉末透过冰层的裂缝就飘了出来，和浮冰一起吹入了空气中，但这六角铃铛不是你们张家的东西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这不是一般的六角铃铛。 所以刚刚我们义无法破解幻觉，这机关应该是张家人帮影杀戮人设下的防御机制，用来阻止外来人靠近。果然，他们和张家人有着很深的渊源。这个规模的置换粉末，只有在张家最核心的典籍中记载。没想到你们破解了。 这个上面应该就是影杀戮的神殿了。我们在外面折腾这么半天，里面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先上去看看。Find the letter. 这里全搬空了，什么都没有。我哥在外面查探，发现了一些东西。这些人的外貌和装备，跟冯的队伍非常相似。 老冯不老实啊，自己偷偷来过这儿，没成功才选择跟咱们合作的。这些人应该也是为了抄近道，所以在冰湖上中了幻觉，死在这里的。那够惨的，冻死了。哎，嗯。 这是德纳西人的笔记本。一年前，上面写着，他们来到这座雪山是进行一项特殊的科考行动。从遗留的装备来看，都是当时最先进的。德纳西人这一次考察的级别不低，这上面有没有记录？他们考察的目的是什么？暂时没有看到，但是里面记载了，他们在进入雪山之后。 走在半路上，遭到了一种球状生物的袭击，很多人都死了。球状生物，那不是就是老冯那视频里的金球吗？与其说是一种袭击，倒不如说是一场屠杀。
很多人在没有看清楚的情况下就直接死掉了。这种球状生物移动的速度远比我们肉眼能够观察的速度要高得多，很多人即便已经反应过来了也无法自救。后来幸存的人也尝试着分析这种球状生物攻击人的逻辑，当他攻击你的时候你要一直看着他，一旦你的视线离开了他就会遭到无差别的攻击致死。那不现实啊，没有人能做到一直不眨眼。会不会是记载的这个人由于过度的恐惧而夸大了金球的危害？我们的资料也没有提过有这样的情况。有这种可能性，在自然界当中有很多靠偷袭捕猎的生物就是这样袭击人的。谁先眨眼谁完蛋呗。那我就越想越懵了，这金球不就是夜王眼睛吗？夜王到底有几个眼珠子呀？不行了，后面的记录全都是血迹，已经完全无法看清楚了。我们能肯定的两件事情，就是有一部分人遭到了金球的攻击，另外一部分人就在这里产生了幻觉然后被冻死了。所以说现在的情况可能比我们预料到的要更加复杂。在这个雪地上随时有可能出现金球，我们得赶紧想好应对的办法。你打算怎么做？兵分两路，这样不会被他们一锅全给端了，而且在一队遇到危险的时候另外一队也可以及时增援。按照笔记本的记载，金球的速度极快，另一队很有可能赶不上。那就幸存下来那一队继续寻找夜王。这么多金球，那夜王也会有很多个，那夜王也会分裂怎么办啊？那我们再怎么分也没办法，就认栽了呗。我和你一队，还是那句话，你是组长的朋友，我要护你周全。我挺周全的，之前你就跟我说了这个话，结果还是我救了你还有你妹妹。吴邪，不是每一次你都有这么好运气的。我跟你说，我们就是运气好，除了这个还真没别的了。我们不需要你哥，不过呢，看在你们一片孝心啊，今天领了吧。啊，我呢也勉为其难，照顾照顾老人家。那就这么定了，我没意见。It looks like they came here earlier than we expected. 你应该认识这些人吧？我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们是另一个部门的队伍。好好说啊，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你有一分钟的时间。那都是一年前的事了，如果没有这一支队伍，我们公司也不会考虑收购你们老熟人求的考的资产。这一批人进行了前一次考察，是另一个部门负责的。我们部门头的思维方式是一定要和当地人合作，但当时另一部门很着急，他们肚子紧张。30秒。后来我们就没消息了，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是怎么沟通的，但是因为这件事公司损失了很大。10秒。管保险他们赔了很多钱，所以才考虑收购求得考的资产。说完了。背景故事怎么现在才说呀？不知道我要说什么，这些人一个都没有回来，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死在了什么地方。如果按你刚才这么说的话，他们是一年前来的，那这个冰湖底下的陷阱就应该是更早之前布置的。那怎么样？小哥的文献里没有记载。我现在觉得有两点不合理。第一，这些人死在冰湖上这么久了，没有人来帮他们收尸。第二，这个影沙漏的神殿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了，我们要赶紧赶到影沙漏的部落去，在那里说不定发生了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这一趟我们的行程要有变故了。天快黑了，去那里的路上很复杂，我建议明天天亮再出发。好，走吧。Hans，
想什么呢？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胖子。之前老冯的视频里边我所拍摄到的东西，我们一帧一帧来看这个视频，在他们刚进那个洞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金球出现的，对吗？还有这一帧，小哥的卷轴里边也记载了有类似金球弗莱后的尸体是藏匿在雪地之下的。你的意思就是说这几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我只是大胆的推测，这些金球如果和夜王有关系，它很有可能就是夜王的感觉器官。夜王的本体其实是隐藏在雪地底下的，夜王把这些金球放出来是为了给他寻找猎物。这还真是研究了不是？这接下来该怎么办？你是小哥指定的大夜王专家，哎，一定有办法。这么大一锅你就甩给我一个人了？哎呀，锅再大也得你背啊。来来来，哎，大吉大利啊。We are gonna spend the night here. Hans, you deal with it.跑哪儿去了？咱们怎么逮他呀？有一个办法，已经和他们说了，不过要等遇到了才知道管不管用。那你倒是跟我说说呀。这能管用吗？再把自己给整懵了。先不说了，我们要进山谷了，你们也快点。行，这就来。小哥当年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进雪山深处的。这里没雪了，这个山谷里有火山活动，气温比较高。如果你们上落在雪山里的话，应该就在前方。怎么了？前面就是雨霞落了，走吧。怎么会这样？小心！
是雪崩，前不久有一次规模巨大的雪崩把整个山谷都埋了。那得是多大面积的雪崩，得是整座山上的雪全都落下来，落到那个山谷里面。可能是山体变热了，那座山的地质结构一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或者也有可能是地下活动的震动可以导致雪崩。所以整个女沙漠的部落都被雪崩灭绝了吗？不可能，影沙洛人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对这里的情况十分了解，不可能因为雪崩而灭族。他们在寄出求救信后可能还发生了什么变故。 Check the area. Take out the detector. Yes sir. Yes sir. Roger. 对付夜王的那个仪器。是的，我们对当年金球腐烂留下的残骸做了化验，分析出他体内有一种特殊的金属元素，所以我们改变了传统的地质探测，让他同时也可以检测到夜王的出没。那是不是现在这个声音响起就意味着金球已经出现，夜王可能就在我们的附近？是的。胖子，胖子，你们随时保持警戒，夜王可能就在附近，随时会出现。快走快走快走，快点，你 hurry up， 保护我。老冯，这个你少贫嘴了，我们现在发现了影沙洛的部落，不过城头的雪崩给掩盖了。雪崩这么厉害，跟夜王有关系吗？我也不知道，总之你们保持警戒，注意安全。我们必须去对面山上。为什么？对面山上有很多人的骨头。看对面的山势，还有整个的地貌，和小哥卷轴里面提到的是一样的。但是他的卷轴里并没有提到有这么多的人骨，可能是雪化之后裸露出来的。那些该不会是死掉的银沙罗人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得过去看一看，注意安全。Let's keep moving. Hurry up. 胖子，胖子， keep going. 我们现在准备出发了，你们随时看着我们定位，跟紧，保持警戒。啥警戒呀？简直就是一狼来了，夜王来了。别害怕啊，我保护你。走吧。
There's something in front of us. Okay, let's keep moving. Close. 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东西出现在这个地方？ Clear up the snow. Take some samples and photographs. Yes, sir.胖子，胖子，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东西，需要停下来研究一下。你们原地休整，等我消息。休息不了，我们补给不够了，得大部队支援。不会都被你给吃光了吧？你说这话丧不丧良心？明明是你这黑心小老板分赃不均，他们早给吃光了。那行吧，你们先过来跟我们会合，我们原地休整，会合完了之后再分队出发。得嘞。哎，找着了，找着了，可算找着他们了。Let's clean them all up and see if there's any useful information. 这是什么东西啊？要真是一个肉苁蓉，那就值了钱了。这是谁给锁这儿的呀？要真是一地标的话，也不知道干嘛用。现在我也不确定，但是我们一路走过来，离这里最近的聚集区就是隐沙洛了。这个东西说不定跟隐沙洛人有关系。等一下，他们把血清开了，看看能不能发现更多线索。My daughter, I miss her. Let us finish our mission, and you'll be back home to see her before you know it. What's wrong? Nothing. Maybe my eyes were dazzling. Keep your pecker up, soldier.Could you persuade our boss to get rid of Wuxia? I don't want to be led by those people.
波了。我不喜欢边上有人。谁跟着你了？你不饿呀？胖爷我饿。哎，哎，我干啥？别动！别眨眼！在云顶天宫的时候，我们见过类似的，像是古代部族的一种神明崇拜。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这不重要。老头，那边有什么发现吗？有，结晶术上是故引沙洛文字。可当地的语言有区别，我们只能翻译大概的，但是上面有耶王的记录，你们过来看看。好。我给你们翻译一下。在每个鲁库热开始沉睡的夜王就会逐渐苏醒，此处胜利小王寸草不生，夜晚会展开一千双眼睛俯瞰众生，凡是被试着看到的圣灵都会被升级给夜晚，有此地入者皆无可返回，特立慈悲警戒我辈好人。夜晚马上就要降世了。所以你的意思，这块碑是一个警戒碑，那上面还有一个字很难翻译，大概的意思应该是往来俱济，届时往来俱济，夜晚降世，人间化成地狱。往来俱济，刚才盘旋的鹰现在也都飞走了，可能有情况吧。动物对自然的感知比人类要敏锐很多，动物的反常行为背后一定有原因。夜王马上就要降世了，胖子，胖子，你在什么地方？赶紧回来，注意警戒。胖子，胖子，你在什么地方？回复，回复，胖子。We got something。Everybody, let's run! 胖子，夜王来了，跑，跑！这怎么上去？我是个人，咱俩得先去。我是想，还没结过婚。还是要吃鸡了。哎！妈呀！快追！夜王 is coming! Shift formation, get ready to retreat! Run up! Watch out! 夜王已经到了。
父亲，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那边有个山洞，往那边跑。 Everybody ready to die quickly。 Hans move。 We have to go, come on。 Get inside。 This needs a voice。 你们张家的年蛋呢？金球看不清就会变慢，怎么张家老妖怪给的启发还挺好使的，赶紧进山洞。等等，我哥呢？我知道来的时候的路，我去找他和胖子，你赶紧进洞。 Let's go, keep moving quickly, move move move, get up, get up, run, take off, let's go, jump jump, let's go quickly, ah。So we need to blow down the entrance. We cannot hold it any longer. No! Wuxie is still outside. We need to go rescue him. Why don't you move? I gave you an order! You overestimate. You want us all to die just for him? We won't get Ye Wan without him. You overestimate his value. I'm not going to send any more of my men to a meaningless sacrifice.我跟你去。你身手好，留在这里守住龙口。走，跟着我走。炸了怎么？我发现金球不是夜王的器官，它是一种虫子。虫子？怎么可能？这里天气很冷，如果是虫子，早就冻死了。但是到底是夜王的器官，还是夜王本体就是虫子呀？夜快散了，快走。走，快走，快走，走，快！哥 ，Detonator， take cover。等一下，还有人没进来，等一下，那咋真了？我们都会死，走，走，走。What the hell? He blocked the entrance!
卷入一段冷冽宿命，那片雪会藏着谜，就算寒意无可抵御，也有点燃我执迷。等到所有风雪消弭了，不再掩盖着那片未知深情，只有你向永恒走去。结果，却跟执着瞬间如何，逆境如何，感觉将。